嗨，大家好，我是 Darren。随着科学化训练的普及，数据监控现在也变成运动员家喻户晓的话题。哇，数 ，and it's now got a catchy name, Zone Two， 心率。Too high and you'll be cardiovascularly exhausted. Too low and your muscles will be extremely fatigued. We are talking about cadence. 回转速。So that works out at a pace of 4:34 per mile. 配速。除了上述提到几项数据以外，你知道这几年在运动界又兴起了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吗？没错，它就是血糖。大家都知道，运动时所消耗的能量，一个是脂肪，另外一个就是糖分。理论上，一个健康人在运动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肌肉收缩，就会开始消耗血糖。这时候，为了维持血糖稳定，身体会自己把肝糖转换成血糖。但一个人体内的肝糖存量，平均来讲，差不多就只有300克。那这样换算下来，差不多只能提供一个人运动不到90分钟。如果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身体就会因为肝糖存量不足而开始燃烧脂肪。这边我要讲一下，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而且复杂的系统，所以并不是说真的一开始就只消耗糖类，然后糖类不够的时候，哦，马上消耗脂肪，或者是一次只选择一种能量系统来供应肌肉做工。而消耗糖类跟消耗脂肪这两个系统是并行的，只是说在不同强度下，身体大致上会依赖不同的能量系统。其实从这张图就可以发现，当运动到一定强度的时候，身体几乎就完全在仰赖糖类的发电。这是因为消耗糖类是身体取得能量最快的系统，所以在肌肉快速并且剧烈收缩情况下的话，燃烧糖类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但如果这个时候身体把所有糖类都消化完，那身体就只能仰赖比较没有效率的燃烧脂肪的方法。那这个时候肌肉就会迫使没有办法维持原本的运动强度，而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不高啊啦，没高啦。为了避免没有高的情况发生，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补糖嘛。但我怎么知道要补多少才够？而且我多频繁的需要去补它呢？那这时候血糖监测的重要性就来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血糖，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不补给的情况下，我们运动到什么时候血糖会开始下降。然后呢，我们在吃了东西之后，补给后血糖又会需要多久才可以回到这个基准值？那到了这个基准值之后，我们又可以维持多久？因为血糖的调节机制非常的因人而异，搞不好同一块面包，我吃十分钟，我的血糖就马上可以飙升，而且还可以让我血糖维持30分钟不会下坠。但你吃可能就要半个小时后才会慢慢的爬上来，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基准值，十分钟又掉回去，这个真的非常的说不准。就算我们教科书常看到说，哦，这个高 GI 食物、低 GI 食物，这个每一个人吃下去的身体反应也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一样。同样 GI 值的食物，不是每一个人吃的都会有一样的血糖反应。所以有了血糖监控的技术，有机会一次回答到运动补给的三个大灾问：何时吃、吃什么、吃多少。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三铁选手、各大运动的国手，甚至前几天刚比完波士顿马拉松的马拉松之神 Eliud Kipchoge， 都会佩戴血糖监控器。而这个血糖监控器就长这样子，统称 CGM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 持续监控血糖机。它跟传统血糖机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只需要扎一次。CGM 只需要在手臂下这么砰一下，这个机器就可以在身上佩戴14天啊，不需要一直被扎，怎么可以那么爽？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这样，这是你的皮肤，这是你的血管，糖分会透过血液被输送到全身组织。传统血糖监测机里面就是把末梢的血管戳破，直接测量血管里面的糖分，这样测出来的数值就叫 blood glucose， 就是血糖。
而近年来兴起的 CGM 测量的是这些从血管跑到组织间隙的糖分，也称作 sensor glucose。它们两个关系就像是火车头拉着车厢一样，当血糖上升的时候，跑到组织间隙的糖分就会跟着变多，但是血液中糖分不够的时候，就越来越难提供组织间隙糖分，那组织间隙的糖分就会越来越少。所以 CGM 量出来的数值虽然没有传统血糖监测来得及时，但因为探针随时都在记录组织间隙的糖分变化，所以理论上来说，这更能展现血糖波动的趋势。但是 CGM 毕竟是科技上的突破，它属于硬体，那好的硬体就需要一个能够释放它潜能的软体。我敢说在台湾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软体就叫智抗糖。智抗糖是一款能够让你方便记录饮食运动的 APP， 它能够汇整 CGM 的血糖资料，只要每八个小时用手机这样扫一下，就能够一目了然看出来血糖趋势，而且看出不同食物对于血糖造成什么不同的影响，甚至不同生活模式或是不同的运动对于血糖的波动是有什么关系。那前阵子啊，我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补给策略，我就利用智抗糖来记录我对各家果胶的吸收状况。当时的实验很简单，就是空腹在训练台踩五个小时的比赛瓦数，看血糖什么时候会掉下来，那掉下来之后要需要吃什么东西才能够让我的血糖最快速的回升到一个基准值，然后再看看血糖又可以在这基准值上维持多久。在这个实验中，透过智抗糖 APP 的快速记录功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记录我吃了什么，不需要实际上手动输入，所以我可以 focus 在维持我的训练强度，事后再回溯说这到底吃了什么对于我血糖回稳最有帮助。结果你知道在这实验里面我发现了什么吗？就是我血糖根本没动啊。没错，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运动到踩到几乎没有力，血糖基本上都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没有下坠也没有上爬。而在我感到没有力之后吃什么东西，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血糖上升。更让我讶异的是，或者说有点小失望的地方，是我发现我没力的时候的血糖其实不一定比我有力时候的血糖还要低。那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因此查了很多国外选手还有教练对于 CGM 的分享，后来发现说其实疲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到今天科学上仍然没有办法确切的找出所有导致疲劳的原因。我们耳熟能详的乳酸、血糖，这些都只是其中的影响因子而已，但它并不一定是限制因子。逻辑上来说，就是血糖低可能造成肌肉使不上力，但是当你肌肉使不上力的时候，不一定是血糖低造成的。那这也是血糖观测在运动界最被批评或诟病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发现血糖其实不能解释自己的运动表现为什么好或坏。如果你听到这边就觉得啊，那我不需要用啊， Hear me out， 其实我个人还是会蛮推荐大家至少走过一次智抗糖14天的血糖探索计划。原因很简单，就像挪威小胖教练 Olaf 说的一样，挪威队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参考血糖的资讯，但是他们一定会佩戴 CGM， 因为像226这种超过5个小时比赛中要找到疲劳的唯一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训练中可以排除导致疲劳的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更接近问题的本身。所以这次14天的智抗糖血糖探索计划里面，经过了无数次的补给实验，我发现在226后继无力的问题，可能对我来讲不是补给出问题，而比较可能是训练不够，或者说我的训练量目前没有办法支持我想要维持的比赛强度。不管怎么样，了解到这一点其实对我心里是更踏实的。既然知道不是补给策略出问题的话，那我就可以更专心的投入训练，然后从训练中检讨可以进步的方法。如果在比赛前真的找不到的话，我至少可以降低我的比赛强度，而不需要一直为了我的补给策略而焦虑。因为补给策略 in the first place 就不是造成我后继无力的最大问题。虽然这听起来很不 exciting，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务实
而且可以执行的策略，远比每次赛前都在担心自己吃不够多胶，或是吃胶的时间不对，我觉得要来的踏实多了。所以如果你是从事类似226或是超长的越野跑选手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也利用致抗糖 APP 来实验看看，补不够到底是不是造成你疲劳的首要原因，还是其实你也跟我一样欠练习。但如果你只是一般人，偶尔上上健身房，或者有时候脑波弱，被朋友推坑去比个某个比赛的话，那你可以一路看到这边也是蛮厉害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致抗糖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其实我发现，往往运动员对于饮食跟自己身体的了解会远比一般人还要多。其实我看威尼的感觉就是这样，我老婆就是一个典型的偶尔上上健身房，如果朋友揪团报比赛，然后她会脑波弱，跟着朋友一起出去玩。从我的角度来看她的饮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你怎么可以吃得一塌糊涂？ Without further ado， 我们就请她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一般人致抗糖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但我其实常会跟威尼抱怨说，就你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你怎么不知道说，对，我常会跟他抱怨说，你怎么不知道平常吃碳水或是吃蛋白质的比例是怎么样抓着？如果你饭后会想要睡觉的话，那你可以少吃一点碳水。像这些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很基本的饮食概念，在这14天有没有学到什么让你比较原本不知道，或者是原本知道但是没有动力去执行的事情？我觉得我在这14天当中，其实学到了就是，碳水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就是对我的血糖起伏。像有一餐，我记得我有吃一碗粥，结果就是吃完那碗粥之后，我血糖几乎是那种直线上升的，就是超级夸张。然后，我那时候吃完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有看到这个数值，但是就是抵挡不住的睡意就已经上来了，所以我就睡了一个大午觉这样子，然后就很不方便啦，因为中午不能睡掉那么多时间，所以现在的话，我都会注意白天的时候就不要再吃那么多碳水，因为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就是12点到2点钟就是不会再那么昏昏欲睡，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起伏啊，还有看到就是说周报啊，都蛮有帮助的。但你觉得致抗糖这个 app 在这14天里面有怎么样帮助到你？除了刚刚提到的好处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它的记录方式。首先，它会提醒你说，要该扫描那个血糖侦测器了，因为平常不会有这个习惯，所以就是还蛮不适应这么做。但是就是手机会提醒我的话，那我就觉得就也不用那么刻意的去记得，因为手机会提醒我。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拍照记录的部分，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很懒得说搜寻我今天吃什么食物，这个食物几大卡，我直接可以有那个拍照的功能，这样一拍就直接把食物就是透过照片的方式上传，然后就再回览，就是说我这一周或者这2周吃的东西的时候，这样咻咻咻就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就知道说我这一周的饮食大概长什么样子，就我就觉得还蛮一目了然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更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因为平常就是吃一餐就算一餐，也不会特别去注意，但是看到就是自己2周内吃的所有东西，就觉得原来我是这样子吃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可爱，是他会给你血糖的分数，然后就说就是看到血糖分数非常好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成就。你很高吗？我忘记我那个分数是多少，可是他有说非常好，所以我看到非常好，我就觉得蛮爽的。那你OK， 因为你14天的 program 也走完了，你觉得到现在真的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我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午不要吃那么多碳水。那可能对很多人而言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就是可以，就觉得可以靠意志力这样子撑下去，但其实就是身体是不会说谎的。那当我自己看到像上次刚刚讲的那碗粥，刚刚看到那个指数就是血糖就直接飙高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不是说可能靠就是可能可以花意志力就是撑过去，但是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吃力的。那我还不如就是午餐就吃多一点蛋白质之类的，就是好吃的碳水可能就留给晚餐睡觉
就是前几个小时在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你来讲很大的 breakthrough， 因为自抗糖给他的血糖的回报之后，让他很明确知道说，哦，我血糖飙这么高，哦，难怪我想睡觉，这心理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一整天的活力会比较稳定。如果大家也吃完午餐有抵挡不住睡意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检视自己的饮食是不是哪里可以做一些调整。我希望以后不管你有没有运动，大家可以过得越来越了解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健康的生活。我是 Darren， 我是 Winnie，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哦呦。很长哈，来放松就好，这里好吧？好，来数三，一二三，真的很急，说实在的，合体 ，Good。